请给我一瓶水。请给我一瓶水。请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请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你有什么想法吗？请你用中文把这句话读一遍。请你用中文把这句话读一遍。我有很多歌要唱。我有很多歌要唱。你多长时间做完这个项目？你多长时间做完这个项目？你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任务？你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任务？请把外面的垃圾倒掉吧。请把外面的垃圾倒掉吧。这个故事有趣吗？这个故事有趣吗？你给我用英文翻译一下吧。你给我用英文翻译一下吧。我们做饭要花多长时间？我们做饭要花多长时间？你能给我一个特别的惊喜吗？你能给我一个特别的惊喜吗？你在乎自己的形象吗？你在乎自己的形象吗？别忘了及时回信息。别忘了及时回信息。你有没有写过任何故事？你有没有写过任何故事？请你喝几口水。请你喝几口水。让我们去度假吧。让我们去度假吧。你有什么意见要表达？你有什么意见要表达？请把毛巾收好。请把毛巾收好。我们可以一起去公园玩吗？我们可以一起去公园玩吗？我有一定的时间去完成这件事。我有一定的时间去完成这件事。
请你帮我查一下有关这件事的信息。请你帮我查一下有关这件事的信息。请你给我一点建议吧。请你给我一点建议吧。我们去看一场演出吧。我们去看一场演出吧。让我们做一些烧烤吧。让我们做一些烧烤吧。我们明天可以去游泳吗？我们明天可以去游泳吗？你认为今天这种天气怎么样？你认为今天这种天气怎么样？我们去一趟咖啡店吧。我们去一趟咖啡店吧。你去上课了吗？你去上课了吗？我想给家里寄一个明信片。我想给家里寄一个明信片。今天的早餐在哪里？今天的早餐在哪里？把这些饮料带到客厅去。把这些饮料带到客厅去。我们应该去看一个电影吗？我们应该去看一个电影吗？你有没有看过今天的天气预报？你有没有看过今天的天气预报？把一切都放回原处吧。把一切都放回原处吧。你有没有参与任何活动？你有没有参与任何活动？你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地方？你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地方？允许我拍照吗？允许我拍照吗？我想看看画廊里的展览。我想看看画廊里的展览。我们都忙着准备参加明天的会议。我们都忙着准备参加明天的会议。你有没有去参加竞赛？
你有没有去参加竞赛？我要给我妹妹买个礼物。我要给我妹妹买个礼物。请帮我把行李拿上楼去。请帮我把行李拿上楼去。把汽车开到停车场去。把汽车开到停车场去。你会唱这首歌吗？你会唱这首歌吗？我要去学校。我要去学校。我刚刚去做了体检。我刚刚去做了体检。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？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？